各位哥哥姐姐通山归来一路风尘仆仆，小妖特此为大家接风为代驾，大家接风洗尘。接风洗尘的方式如下：接风洗尘，两队分别用胸前的盆接水，积累水量最多的队伍获胜，获胜队内决出两人优胜，他们将获得额外钥匙奖励。准备，我们俩能赢吗？开心就好了嘛，加油！奔跑吧安慕希，奔跑吧兄弟，本栏目由伊利安慕希希腊酸奶独家冠名。安慕希希腊好酸奶，助跑好兄弟。网上逛超市首选上苏宁，本节目苏宁易购超市频道特约，极速闪充，参与互动赢取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的全新拍照手机 OPPO R7。
哎，宝贝儿，这些是你没有的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你一直在这雨中就接了这么一点吗？我们的南洋队水量最多，获得了胜利。然后接下来你们南洋商队要进行内部比拼，争夺两把钥匙。哎，我们是赢的队。对，你赢了你才有权利争夺钥匙。我也是吧。两条线索。